现年37岁嘅林子善呢日喺社交平台公布，将会退出7年前同朋友合资开嘅冰室，唔再做老板，之后会继续做翻全职演员。原来系因为太太最近大肚，子善以后要专心照顾太太同即将出世嘅女女，准备做爸爸。不过子善就话自己只系退出，但系冰室将会继续运作，仲话对冰室一啲都冇唔舍得，多谢大家关心。虽然口讲就话冇唔舍得，但系子善喺社交平台就透露离开冰室之前同管理员道别，就令对方感动落泪，自己都有眼湿湿啊。